聊包总的最爱现身机场，原来喜欢这样的网友素颜美呆了。欢乐颂大家应该都有看过，很多人都喜欢剧中的小包总，小包总有着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追求安迪。演小包总的演员名叫杨烁，现实中的杨烁更喜欢清爽型的女生，跟剧里的安迪风格不太一样。杨烁的妻子王丽文是那种素面清爽的类型，但是她的皮肤看起来很好，自然通透，没什么瑕疵，看得出来皮肤状态非常好，脸上基本是素颜，但是看起来整个人很清爽，打扮也非常养眼，这套衣服看起来很清爽，都是比较简单的单品搭配在一起的。基础的白色 T 恤配上松紧设计的破洞裤，穿着一双小白鞋，整体看着很舒服，再加上他完全经得起素颜的脸蛋，看着很清纯很漂亮，其实稍微用点鞋打扮起来更漂亮。王丽文的身材看起来非常好，而且也很瘦，选择这条黑色的紧身裤穿上，身完美的展示出他的好身材，再加上飘逸轻薄的黑纱，整个人仙气十足，让人羡慕。作为一个有宝宝的妈妈，也可以让自己充满清纯感，穿上最普通款式的白色 T 恤，搭配吸睛的彩虹色半身裙子，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有活力，少女感十足。这一身衣服虽然颜色简单，但是也穿出了高级感，一件慵懒风格的白色 T 恤比较宽松，再加上宽松的裤子，整个人显得高高瘦瘦的，腿也显得非常修长。不只是私服打扮非常时尚，王丽文和丈夫杨烁一起去出席活动，打扮也非常好看，穿上一条不规则的裙子，斜露着三个肩膀，显得非常有个性，而且很有女人味，短款的设计也让腿显得更修长。来源网络综合。